趁现在休闲，我给妈打个电话，看她在干啥子。要得。喂。哎，妈，你在咋走？我马上去吃饭，涛哥。哦，还去吃饭咋子啊？天气热了热，你们要吃点儿，吃点儿出去嘛。哦，今天没好热的啊。现在都还在屋头。可能还有十来天才回来都。十来天了。妈，我没。人家没外面吗？没有啊，就是。哎呀，我儿也去拉姐来，咱们再买嘛。还要去拉没啊？啊。哦，老婆，你说拉没吗？好没哦。好美得很。好美吗？就不美的噻。嗯，要得好嘛就。你都没完了。哦，那你蛮凶啊。要得好，就了我。没完了，没完可不美，今天还要多几天花费，你一直逼都逼的。不怕热，等我去算了噻。哎，那个你要去吃草草啊？哦，也要得嘛，好嘛好嘛，就弄个好。要得好。快点走，快点走，要去吃草草去了。我只想跟那个惊喜。哎呀，你这是。走好，走。哎呦，来都来了。哎呀，你等我弄过了，给你们个惊喜噻。哎呀，小雨在的啊，在后头啊。小雨啊，小雨啊，有没？快来看孩子的衣服，看了十五天。哎，认得我。哎呀，要来，你看，哎呀，你看。哎呀，你喊了那么听不到，老妹，老妹儿喊你啊。放在小孙子。我就是会看熊的。还弄到太阳，先回家去耍会儿嘛。哎，好了，太太来，我告诉你，有。要给还要给。要我嘛的，哎，认得我的。我认得了。不亏，哎，要得亏。可以，赶紧报警去，报警去，报警去，看你回去了。要得嘛。快，妈妈来，看你回去，我去耍一会儿。我回去耍会儿。走，马上到家了。你看，你去西关关博那边去。西关，奶奶这儿热得很，回家去慢慢给你摆摆。晓得吗？大爷。哎呦，你还唬我？唬你啥子？跟我抱抱呀。刚刚有人也不要了吧？啊，阿姨，你头认不得了嘛？俺认得了，这次认得了，这次你看，很想，俺打电话听到声音都要在电话里面吼嘞。你看，先帮我啊，奶奶儿，奶奶，晓得认得不？认得，行，奶奶吧，奶奶。对对，我说，妈妈晓得不？我没有，我也要妈妈你吃晓得不？姨呀的，还认得姨，什么？阿姨。哦，我是对的。过几天又熟悉了，你说奶奶，我认得你。姨奶奶，你们来看，我不是瘦了一样的。姨，我说话我给你们念。要得，我抱一下。要得，对。姨，好，来，不出去啊。哎呦，我还弄都弄过。哎，老天好，好精神。只是有点乱，我没行李，些号放在里头，把行李下下就蒙哥就露出来了，看鼓得很。很的嘛。我收了，我会发给你们收哈。要得，要得，那我们来收东西。要得，把这里下下来，好乱哟。箱子，这儿晚上洗澡好换。把这个搬下来。要得。舌头吗？嗯，奶奶，我留给你哈。奶奶，哎，你看，吃嘛，快吃吧。嗯，你这人好。爷爷要小吃的，你糖尿病。要得，我没烧的。我想一把。嘿，这样子看了我吃。你又吃不得，吃了又不得我。天啊，一个月没我都大便了，花都三十好几五了，半个月吃过了。
那边的包块吃不得，这方包块吃过了，两头都滑脱了。看，这还有个大东西。咋长那么大个西瓜？就是它好爱热，脆得很，把头了。可以吃了。来把头了。真的，我来。呀，把给我花的药票了。快点，你把它服了。明天我再来捡一下子。我拿你花的，正好口干得很，快点来哟。院长，我再看哈都。哎呦，我的花呀，都成这样了，你看。再吹了，这天气不得了。哇，这豆儿还结得安逸。看到这个毛豆儿，我就想起一道菜，过两天做的吃，很安逸。看哈我们家的菜园子和花园，被猫打整的咋样了？耶，这几窝花还开得鲜艳，猫还会津有道，海椒也结得好得很。这朵玉姐开得漂亮。